奇怪，为什么今天开直播人这么多？是不是大家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就是占据新闻版面的事情，所以要来跟我看看我有没有平安吗？我在强调，真的不是我，好不好？那两个字差非常的多。三点水，这个叫做三金。心字边，公斤的斤，这个叫做心经。心经跟三经 totally different， OK。新闻上面就是解成三经，成疑成三经，然后你在下面标记血型，然后你又说成疑被打，你就是眼睛有问题呀、啊？到底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在骂人之前，先把眼睛治好。我只要求不要把我们搞混。为什么不要搞混？因为我怕被打。奇怪，为什么今天开直播人这么多？是不是大家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就是占据新闻版面的事情，所以要来跟我看看我有没有平安吗？我在强调，真的不是我，好不好？那两个字差非常的多，一个是三金，一个是心金，你们不要再误会了。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的耳朵也没事。我这里的要求就是不要把我跟他搞混，不要。陈怡、陈三金是我的朋友，我只要求不要把我们搞混。为什么不要搞混？因为我怕被打。不是说好不要聊的吗？好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？就是因为昨天到今天，其实蛮多人来骂我的。我不懂，你们气炸的话就买气炸锅就好了，你们气炸来这里骂我干嘛呢？你们骂我就算了，你们认错人写错字真的就算了，连记者字都写错，这两个字真的其实差很多，我真的要写给你们看。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完全不同属性哎。如果你说部首一样，我真的就没话讲。我真的气到了。这两个字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告诉我它一样。你告诉我你分不出来，现在每日一字的时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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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反正无所谓，我气到了。水字边一个公斤的斤，水三点水，这个叫做三斤。心字边公斤的斤，这个叫做心斤。心经跟三经 totally different， OK， 他们完全的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到底来骂我干嘛？有什么好骂的？瞎惨了，就是你引起的，都是你，我自己都很想笑。一狗票人，首先他们是先在新闻下面骂我，我觉得你们在新闻下面骂我是你们的自由，真的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要标记我，很明显的就是你叶黄素吃不够。新闻上面就是解成三斤，成疑成三斤，然后你在下面标记血腥，然后你又说成疑被打，你就是眼睛有问题呀、啊？到底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在骂人之前，先把眼睛治好。